腾讯体育10月19日是北京时间今天，中国足协在官网公布了关于2018年亚足联中国足协职业及教练员证书培训班第三阶段的报道通知。在学员名单中，前国脚赵俊哲、欧楚良、孙继海等人均在列。此外，女足前国脚施蒙宇和张彤等也在学员名单当中。赵俊哲足协在通知中写道，本次的培训将在11月进行。赵俊哲目前人在印尼，今年进入足协工作的他正在随 U19 国青丁战亚青赛的比赛，而其他人中，孙继海曾执掌过 U21 奥运选拔队，并带队参加了今年的土伦杯。谢辉则一直在上海上港队担任助教。除了赵俊哲、孙继海等，像赵小瑞、高健等足球名宿也在学员名单当中。此外，前女足国脚施蒙宇、张彤等人也参加了本次培训班。副培训班学员名单：欧楚良、孙继海、徐磊、隋勇、韩博辰、施蒙宇，女赵俊哲、黄勇、杨浩、李国旭、唐田、谢楠女谢辉、于元伟、张丽、高健、赵梦、张彤女、刘玉健、王强、张孝瑞、李志海、王坤女、张红红女。